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耶稣基督已经已有十一信徒，四部福音记载了基督教行为的开始。尽管其他福音叙述了某些其他事件，或是相同的事件略有不同的叙述，本篇所叙述的故事完全引自路加福音。亲爱的迪尔菲罗，我提笔作序，以此向你叙说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，使你知道每件事的绝对真实过程。当凯撒亚古斯都是罗马的皇帝，希律是犹太王时，上帝派遣天使加布列到拉撒勒的阵地一位童女那里去，那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我还是童女，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？圣灵将要降临在你的身上，因此圣婴要将成为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子，他的国度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动身前往犹大城拜访她的堂姐伊丽莎白，伊丽莎白也奇迹般地身怀有孕。伊丽莎白，玛利亚，堂妹玛利亚，你是所有女子中最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儿也是有福的。我一听到你的问安，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，我心已真就伟大，我宁以上帝做我的救主为乐，从今以后万代要从我有福。大赦的真名之下，今奉凯撒亚古斯都之子承受地区加利利和犹太的人民将报名上车，证人必须在自己的州级城镇进行登记。玛利亚同她的未婚夫约瑟一起到犹太的伯利恒去登记。伯利恒的客店里没有地方，他们能找到的唯一居区是一个破旧的马棚。在这一带荒野，有一些牧羊人夜间看守着羊群，上帝的使者在他们面前显现，上帝的荣光从四面照耀着他们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你们的救主诞生了，他就是主基督。牧羊人急忙去寻找，看见了在马槽中的新生婴孩，他们是首先传播关于童生母亲和救主诞生的好消息的，这好消息也被称为福音。一周后，给孩子实行隔离时，为他起名叫耶稣。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孩子去耶路撒冷，要把他献给主。在那里的圣殿中，有一位善良和虔诚的人，圣灵应允在他还没有见到基督之前不会死，他的名字叫西面。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语让你的仆人施约而去了。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这个孩子就是上帝的赦罪，愿你们两人都蒙福。
约瑟和玛利亚按照摩西的律法办完了一切手续，就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回到了拉撒勒。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约瑟和玛利亚带他去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，但是当他们其中回家时，以为孩子耶稣在同行的人们之中，却不知耶稣留了下来。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，第三天他们在圣殿中找到了他，他坐在老师和长者的中间。这是谁的孩子？询问这种问。他从拉撒勒来，我以为他等我们离开了这里，请原谅他的好学热忱。所有听见他提问的都惊奇不已。沃尔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？你父亲和我寻找你好生焦急。你们为什么找我呢？你们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打通他们一起回到拉撒勒，他的智慧和身量以及上帝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一起增长。第比留皇帝在位第十五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，西里做加利利分红的王，以及亚拉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，约翰在旷野里上帝的话领导他，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，赦罪得赦，赦清你们的罪，接受洗礼，上帝将因此而赦免你们的罪。代价之道，先知以赛亚早就学过。有人在旷野里喊着学，预备好主的道路，修直他要行走的路，一切山谷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岗都要削平，弯曲的道路要修直。高低不平的道路要修为平地，全人类都将寻求上帝的拯救。我们该怎么办？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。你们这些毒蛇，你要我们做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该怎样悔改。你们有两件衣服的，要分一件给没有衣服穿的人，有食物的要与他人分享。老师，我们是受税的，该怎么做呢？就要划定的数目，不要多取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该如何做？不要以强行夺人之钱财，也不要妄自他人有罪，要满足于自己的钱粮。告诉我们，你是基督吗？我是隐税为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比我更伟大的会要来，我就是给他盖鞋带也不配。他要引森林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带着延展的铲子，要严禁谷子收于他的仓库里。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，
形状仿佛鸽子。有声音从天上来，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耶稣开始传道时，年纪大约30岁。他从约旦河回来时，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将他引到沙漠，经历40天魔鬼的引诱。在这40天内，他什么东西也没吃。魔鬼对他说：“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。”经上记着说：“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所说的一切。”魔鬼又令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。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交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你又在我面前下拜，尊我为主，这都要归你。经上记着说：“你只要拜主你的上帝，只能侍奉他。”魔鬼又令他到耶路撒冷，叫他站在殿顶上。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就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说，主会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。经上还说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而受伤。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耶稣来到拉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。你们好。你好。在安息日，他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。有人叫他念先知以赛亚书中的一个段落。主的灵临到了我，因为他先领我传福音给穷苦的人。主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光明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并且宣告主拯救他的人民的时刻已经来临。他学得好。你们所听到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得到应验。经文应验了吗？但是只有弥赛亚才能实现那个应许。我们怎么知道？你们一定会印证这句咒语对我说：“医生，你医治自己吧。”你们还会向我说：“我们听说你在加布隆所做的事也应当在你自己家里做。”我实在对你们说吧，先知从来在自己的家乡都不受欢迎。透过这些话，耶稣宣告自己是弥赛亚，
上帝所高立的，差遣他为要拯救世人。犹太人不能接受他是弥赛亚，他们本想把他推下山崖，但是他却穿过人群从人走出去。他来到加利利的一座城市，叫加伯隆。全国遭到罗马人占领的痕迹到处可见，人民渴望弥赛亚的降临，把他们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。平安与你同在。等一眼所有的老师。西门，你的船能载我吧？当然可以。他不会离开吧？对我们讲话。对我们讲话。你说对我们讲话。从前啊，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独自一个人站着祷告学。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那样贪婪，不诚实，见人之气。我感谢你，我不像那边那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把我所得都捐给你十分之一。那税吏站得远远的，却不敢两面朝天。是追着胸膛学，上帝啊，可怜我这罪人吧！我告诉你们，在上帝面前，走对了的是税吏，而不是法利赛人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凡自卑的呀，必升为高。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去吧，然后你和你的同伴们下网打鱼。哦，老师，我们整夜辛勤劳动。一无所获啊！但是我依着你的吩咐，我马上下网。雅各、约翰，我们自顾不暇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贼人。不要怕，以后你要做救人的工作了。你们靠近我来，合而听就必得活。应当趁上帝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将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上帝，上帝就必愿怜悯他，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聚聚，平平安安蒙应道。他来了，他到了，看！耶稣，耶稣，我祈求你拯救我的独生女吧，可怜可怜他吧，他才12岁，就快死了。求求你，请神过来。来了，很遗憾。耶稣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麻烦老师了。不要怕，只要信上帝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
不要哭，他没有事，只是睡着了。孩子啊，起来吧。给他些东西吃，我吩咐你们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。这时以后，野兽看见一个水吏名叫马太利威，坐在水管上收水。你跟我来。野兽到山上去祷告，整夜祷告上帝。天亮以后，他向他们之中的十二个人之一，并称他们为使徒。这十个人有西门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、腓力、巴多罗麦、马太、多马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瑞弹头西门。雅各的兄弟犹大伯以后成为叛徒的加略人犹大。你们穷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。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饱足。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欢喜。但人以你们为人质而仇恨抵制侮辱你们，并且说你们是邪恶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当这种事情发生时，就欢喜跳跃吧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因为你们的祖先也这样对待过先知们。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我就有这些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只有这些了？你们已经富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曾经过着忧郁的生活。他不想发财致富，简直是疯子。你们嬉笑的人有福了，
因为你们将要挨痛哭泣。人们都说你好，你就要遭殃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假仙子这样说。我告诉你们，听我不到的人，你们要爱你的仇敌，你们要善待恨你的人，为咒诅你的人祝福，为凌辱你的人祷告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颊，连那边的脸颊也让他打吧。有人夺取你的外衣，连内衣也让他拿走吧。凡求你的就给他。有人夺取你的东西，不要去要回来。你要他人怎样待你，你也要怎样待他人。你要当爱那些爱你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贼人也爱那爱他的人呐、啊。你们要善待那些善待你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呀？就是贼人也是这样行。他怎么可以摸他呢？他怎么可以跟他说话呢？真讨厌。不，你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，这个别人东西不要期待上方，于是你就会得到总赏，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女。因为他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人，你们要仁慈，像天父那样仁慈。耶稣拯救我们吧。不要评断人，上帝就不审断你。不要顶人的罪，上帝就不会顶你的罪。要饶恕人，上帝也就饶恕你。主啊，带领我们走上你的路。施于别人，上帝就施于你，因为你个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。盲人无法跟盲人带路，否则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。你为什么只见你兄弟眼中的魔气，而不注意自己眼中的大梁呢？老师，引导我们吧。去啊，我们现在需要你啊。是你和养了你的母亲多么幸福啊。却还不如聆听和遵守上帝的法的人更有福。我先认识这个人。你一看他认识弥赛亚吗？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晚饭，耶稣就到他家里去进餐。好了，孩子们，你们都出去，你们听我学了吗？走吧，他们非常淘气。他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这人又真是一位仙子，他应该知道他的女人是谁。你应知道他过的是有罪的生活。弟妹，我知道这个女人是谁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。有两个人欠一个债主的钱，一个欠500个银币，一个欠50个银币，他两人都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免了他们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我想是那个欠债多得到赦免的人。你学得不错。你看这个女人吗？我到你家里来，你没有给水给我洗脚，但是她却用眼泪为我洗了脚。
并且用他的头发来擦干。你没有问我表示欢迎，但自从我进来他就不断问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橄榄油为我抹头，他却用香膏抹我的脚啊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他所表达的爱说明他的许多罪都被赦免了，那少得赦免的呢，所表示的爱也少。你的罪已蒙赦免了，他真的是天主教的话。你的心情就让你平安地回去吧。耶稣四处周游，宣讲上帝国的福音。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，还有几个正被恶鬼附体而已经被耶稣治好了的妇女，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，西里的管家库色的妻子约亚拿，以及苏萨拉。但是西利就是罗马指派到加利利的统治者，把施洗的约翰投入了监牢，因为他牵着他娶他的弟媳为妻。嗯，当我们来到拿人城门时，一个瘸病的含泪从城里出来，死的是一位寡妇的独生子。耶稣看到那位寡妇时，心中充满了怜悯，他手扶担架说道：“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那死人就坐了起来。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，问他说：“你是约翰所说将要来的人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候别的什么人呢？”老师，老师，使徒约翰打发我们来打听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你去把所见所闻的事告诉约翰。瞎子重见天日，瘸子可以行走，那些不怀疑我的人多么高兴啊！请把我抱起来，坐在我的肩膀上，看见了吗？是我能看见耶稣。有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些种子落在路旁，被人践踏，而且被飞鸟吃掉了。有的落在艾斯覆盖的土地上，一出来就枯干了，因为得不到水分的滋润。有的落在荆棘丛中了，荆棘丛种子一起成长，禾苗被荆棘闷死。有些种子落在窝头里面，茁壮地生长起来了，结实百倍啊。老师，你在一群人当中为什么总是打比喻？上帝国的奥秘已经让你们知道了，至于别人就用比喻来表达，叫他们视而不见，听而不明吧。比喻的意思是这样的，种子就是上帝的道，那些落在楼盘的种子呢，好比人听了上帝的道，
随后魔鬼来把刀从他们心里夺走了，使他们不信道，从而不能得救。那些落在艾斯上的种子呢，代表听到上帝的道后感到高兴的人，但是他们心中没有根，因此不过暂时相信而已，一旦遇到考验就退却了。那些落在荆棘丛中的种子呢，也代表听到上帝道的人，但是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和享乐所困扰，也结不出成熟的果实来。那些落在额头里的种子呢，代表听了上帝道的人持守在城市圣良的心里，直至结出成熟的果实来。没有人点上灯以后就用碗盖上，或是放在床底下，总是把灯放在灯台上，使进来的人能看到光亮。任何掩藏的事总会被张扬出来的，任何隐瞒的事也必被揭露出来为人所知。所以你们要留心听，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更多，凡是没有的连他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全部夺去。老师，你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。听了上帝之道而真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一天，耶稣和门徒登上了一条船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都到湖那边去。船在行进中，耶稣睡着了。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他们从加利利驶到了湖对面的加大拿。耶稣啊，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子啊，你想让我怎么办？我求求你不要折磨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不要把我们带入无底深渊之中，让我们今日屈身吧。终归就离开了那个人，回来进到居群里去。离开这里，你这魔学生
离开我们，离开此地，离开我们，离开这。不管你到哪里去寻道，我要跟随你。回家去吧，告诉别人上帝为你做了什么。耶稣带着众门徒悄悄离开那里，到伯塞大去了。但是众人知道了，就随他而去。黄昏时，彼得说：“老师，叫大家都散开吧，他们好到附近村子和农圈去接收找房子。我们这里是什么都没有啊。”你们给他们东西吃吧。我们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啊。我们的上帝，宇宙之王，我们崇颂你，你使土地产生了食物。真是奇迹，真不可思议。众人学我是学，有人学你是施洗约翰，有一些学你是伊利亚，还有一些学你是古时的一位先知，现在又复活了。你们呢？你们学我是谁？你就是弥赛亚。不要将这事告诉人，人子必须受很多的苦，并且被弃绝，他将要被处死，但是三天之后他必将复活。你们有谁要跟随我？我跟着你，老师。但是，允许我先去支配家里的人。任何人一边离地一边朝后看，对上帝的国都是没有用的。任何人要跟随我，都应当舍己，天天背负他的十字架跟随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
凡为我上吊生命的，他的生命必得救。人又转到前世界求三十个自己的灵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有人以我和我的道为次第，人只在荣耀中和天父天使的荣耀中降临时，也要以那个人为次。我向你们保证，这里有人在死之前会看见上帝的主权实现的。后来耶稣带着约翰、雅各和彼得上山去祷告。正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改变了，衣服也变得洁白放光。忽然有两个人同他说话，他们是在天堂的荣光里显现的摩西和以利亚。你将完成上帝的使命，你将死在耶路撒冷。在门徒要离开时，彼得对耶稣说：“老师，我们在这里多好啊！我们搭三个帐篷，一个给你。”彼得正在说话的时候，一朵云彩飞来遮盖了他们，门徒很害怕。云彩里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是我所挑选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”老师，叫你们看看我的儿子吧，请你救救他。他是我的独生子，我教过你们的道门把鬼赶走，但是他们做不到。这几乎新娘有翻扭的时代哟、哦！我等你们这里忍耐要到几时啊？把他带来吧。救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样。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学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
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。不要叫我们遇到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祈求你们就可以获得，请找你们就可以找到，叩门门就会找你打开啊。因为凡是祈求的就会获得，凡是请找的就找到，凡是叩门的门就会打开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学会带儿子，要鱼的时候给他豆腐呢，要鸡蛋时给他鞋子呢。你们虽然不好，上去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啊。何靠天赋，岂不会将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在生活中不要考虑吃什么，也不要考虑身上要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服。你们想想乌鸦，他们既不种也不收，既无藏也无库，上帝尚且要养活他们，你们比飞鸟不知要珍贵多少倍啊。你们当中又有谁能凭着忧虑多活几天啊？如果你们连这样的小事也做不到，为什么要为其他的事操心啊？想想百合花的生长吧，他们既不劳动也不缝衣，当所罗门王接近荣华时，他的衣服还不如这花一朵。你们太缺乏信心了，野草今天上栽明天就烧了，上帝还好好的装饰着他们，更何况你们呢？就去增加我们的信心。你们的信心又有一颗盖菜种那样的，就是对这棵树说连根拔起吧，把自己栽种到海里去，他也会听你的话。犯罪的引诱肯定会有，但是引诱他人的人有何难？倒不如把模式拴在这个人的颈根上，把他丢到海里，这样也比让他是一个微不周到的人犯罪还好啊。上帝的国是什么样子呢？如同这样，一个人拿了一粒盖菜种子种在田地里，他长成了一棵大树，连天上的飞鸟也在他的树中走走。我听不太懂他的意思。你们为什么和雪莉及这人一起吃喝呢？无病的人当然用不着找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吃并非找品行端正的人悔改，而是找贼人。再给我们见见上帝的国吧，还有什么别的吗？小孩子不要害怕，因为天父愿把国赐给你们，把你们所有的一切都卖掉，把钱给穷人，为自己准备永不坏的钱袋，在天堂储存财富，因为在那里财富是用不尽的。因为贼没办法去偷，虫子也偷吃不了。你们的财宝在那里，你们的心也就在那里。夫人，你的病已治好了。他们治好了，简直是神奇！他们治好了，大家来看啊！
于上帝。18年了，上帝祝福你，老师。我们应当只工作六天，那六天之内可以来治病，但安息日不该治。家马威山的人啊，难道你们的安息日不该开被拴在槽上的牛和驴前去饮食吗？况且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18年，难道不该在安息日释放她吗？粮食的老师啊，我需要做些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呢？你为什么冲我梁山呢？除了上帝，再没梁山的。改名你是知道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应当孝敬父母。我从小的时候就遵守这些改名了。还有一件事你应该做，你要变卖全部财产，将钱分给穷人，你就有财富在天上，然后来跟随我。可是我们是商人，是很富有的啊。有钱财的人要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！打个这样的比喻吧，富人要进入上帝的国，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呢、啊。那谁还能得救呢？人所不能做到的事，上帝却能做到。准确的说，上帝的国是在哪里呢？我们人的眼并不能看到上帝的国到来，没有人会说看在那里或在这里，因为上帝的国在你们心里。你们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上帝的儿子那一天的到来，但是你们却见不到。人子降临的日子就如同闪电凌空而过，从四面八方照亮整个世界，但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，现在的人都不会接受他。上帝的立法是不会变的，就是整个世界消失，上帝的立法也会丝毫不变。我告诉你们，好多先知和君王想看见上帝之子却看不见，想听见你们所听见的也听不见。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立法怎么学呢？理由怎么解释呢？你一定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并要爱邻居如同自己。你学得对，你这样做必得永生。谁是我的邻居呢？不是那些士兵。那该说完呢？从前有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，遭到强盗的打劫，他们剥去了他的衣服，把他打得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恰巧一位祭司路过，他看见那个被劫的人，就从另一边绕了过去。又有一位利未人来到这里，看见那个被劫的人，也从另一边绕了过去。唯有一位撒玛利亚人路过这里，他也看见被劫的人，他心里便充满了怜悯。他走上去，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去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他到旅店去照顾他。第二天呢，他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，嘱咐他照顾好被劫的人。他对店主说：“此外一切其他费用，我回来后必将奉还。”在这三个人当中啊，谁的行为像被劫人的邻居呢？那个该救他的人。你也照样做吧。啊，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天国的子民正像他们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凡是不能像小孩子那样去接受上帝的人，都断然不能成为他的子民。凡是奉我的名欢迎孩子的，就是欢迎我；凡是欢迎我的，就是欢迎派我来的那一位。因为你们当中最卑微的最伟大。
喂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回事？拉萨惹人野兽正在经过这里。野兽，野兽，大卫的子孙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？我要证件光明。你就看吧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我看得见啊，我看得见啊，看得见啊。耶稣去耶路撒冷，一路上大群的人到处会见他，人们请求他指出得救的路，并且教导他们更多关于上帝国的情况。这个人的确是位先知。我的巨虎老师，救救我吧！人民开始接受他为巨和老师。在耶利哥有一个税吏名叫沙该，他想要看看耶稣的肉网是如此的强烈，以致他爬上一棵树登高看望。那就是税吏。沙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。我家里？谁会住在他家里呢？沙该怎么认识耶稣呢？听我说，我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，一经我约骗了谁的钱，就一定还他，要还四倍。我不相信一个税吏交还他多少的税金，不可能。今天救恩来到了这个家，因为这个家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是为了尽早和拯救罪人。听我说，我们到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先知所写的一切关于人子的事都将实现。他将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将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他要遭鞭打和杀害。但是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耶稣明知他将为人类的罪而被杀害，他还是其中去耶路撒冷，许多人欢庆他的来临，并宣告他是他们的王。老师，明天你的门都安静。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他们不欢呼，这些石头都会欢呼起来的。伯比森爷，警察！
耶稣快到耶路撒冷时看见了这座城池，他为这座城而哭泣。今天你若能知道和平的道路该多好啊，可惜你们看不见哦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你的敌人将筑起墙垒，把你团团围住，四面困住你。你们要彻底消灭你和你城墙里的子民，你和你的儿女，不能幸免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，因为你没有认出上帝拯救的时机啊。耶路撒冷的圣殿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，而不是一个礼拜的场所。因为人们都宣称耶稣为王，所以一些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反对耶稣的情绪日益增加。我听说这里的许多人已经称他为王。一个王？一个乞丐、娼妓和盗贼的王，我们见过这类人，他们来了的确主张有咒了，没有学会记得他们。不要视而不见，他的信徒与日俱增，人民赞赏他并且认为他是王。我现在警告你们，假如这个人进一步威胁治安，我就要你们负责。他也许学得对，我们该去质问这个加利利人了。这群虚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越受到耶稣的谴责就越反对他，但是跟随耶稣的犹太人也在不断地增长着。当耶稣在圣殿时，他看到一个穷寡妇兜了两个小钱，钱太少了，你难道不能多捐些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位贫穷的寡妇所捐献的比众人都多，因为其他人都富足有余，拿去一部分来捐献，但是这位寡妇把她一切谋生的钱都捐献了。你告诉我们，你有什么权利学这种法呢？谁给了你这种权利？我也问你一个问题，约翰施洗的权利来自上帝还是来自人间呢？我们怎样对答呢？我们有血来自上帝，他就会血，你们为什么不信约翰呢？但是如果血来自人间，他们就会用石头打我们，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。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那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凭着什么权利去做这些事？有一个人开垦了一座葡萄园，并把它租给了佃户，然后就离家外去很久。到了要收获葡萄的时候啊，他打发一个仆人去找佃户，要他应得的那一部分收成。佃户却把仆人打了一顿，叫他空手而归。原主又叫另一仆人去，佃户又把仆人打了一顿，并且凌辱了他，
又叫他空手而归。他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佃户把他打伤了，并且赶走了，葡萄园主质问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打发我的爱子去吧，他们一定会尊重他。不料佃户看到他后就彼此三两血，这是园主的儿子啊，把他杀了，他的产业就归我们了。请降下去。于是佃户们把他推出园外杀了。葡萄园主将怎样处置他们这些人呢？他一定会把佃户杀掉，然后把园子交给另外的佃户。这段经文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李学江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反变成了最重要的基石，凡摔在那石头上的将被摔成碎块，那块石头掉在谁的身上也要把谁砸了。老师，我知道你所见所觉的都对，并且不以地位取人，而是遵守上帝之道的真相。请告诉我们，我们纳税给罗马皇帝是否违反我们的法律？主，小心他要耍弄你。拿枚银币给我看。这头像和名号是谁呀？凯撒。那就把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，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。你还有什么话呢？无效节也叫逾越节，就快到了。耶稣派西门彼得和约翰去准备逾越节的晚餐。我很想在受害以前同你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，为要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晚餐，直到完全成就在上帝的国里。主啊，我们的上帝，宇宙之王，你是葡萄藤上结出果实，祝福你们拿去大家分货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后我不再活着葡萄汁，直到上帝国的来临。主啊，我们的上帝，宇宙之王，你是透底生出病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设的，你们也这样做，为了纪念我。这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我的血是为你们而流。但是你们小心点，那出卖我的人正与我同桌。人质固然要按照上帝所预定的手势，但是出卖人质的人又何了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！不是我，到底是谁呀？主，吸取碰到的名字。不是我，怎么可能会有碰到呢？你们当中最大的应该像最年幼的，做领袖的就应该像仆人。谁最大？是坐着的贵宾还是服侍人的人呢？当然是坐着的贵宾，但是
我在你们中间是服侍人的，你们同我一起共度了我所有的磨难了。正如我父赐给我统治的权利，我也赐给你们同样的权利。你们要在我的国度里和我同席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统治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那就没有盼得了。弟兄们，听着，撒旦要考验你们每一个人，把好人与坏人分开，要与农夫把麦子和糠分开一样。但是我已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致失去信心。你在回归我以后，就要激励你的兄弟们。主啊，我愿意等你一起坐牢，等你一起死。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在鸡叫之前，你将会三次不认，你认识我。我派你们出去时不带钱不带粮，你们缺了什么呢？没有，什么也没缺。但如今却要随身带点钱带点粮，没有刀的人要卖掉外套去换把刀。我告诉你们，圣经上记载说他将被列在罪犯之中，经上写的关于我的事正在实现。主啊，看这里有两把刀。这就够了。长老们开了一个会议，考虑如何铲除耶稣。撒旦进入加约人犹大的心，这个人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，他与长老密谋设计捉拿耶稣。耶稣离开耶路撒冷到橄榄山去独自祷告，你们要尽心祷告，面受引诱啊。犹大为了区区30块银币去卖了耶稣。耶稣知道他为人类的罪而献身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临，于是他祷告。天父啊，如果你愿意，就把这杯子拿走吧。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愿，而要成就你的意愿。一位天使显现，为他增添了巨大的力量。耶稣的汗珠与一滴滴血掉落在地上。你们为什么睡觉呢？起来祷告吧，免得陷于诱惑。犹大，你是用亲吻为暗号来出卖人质吗？主啊，我们能不能够用刀砍？
来逮捕他。够了。奇迹啊！你们拿着刀棒来抓我，把我当作强盗吗？我曾天天跟你们在圣殿里，你们并没有下手来抓。现在你们行动了，黑暗的势力占全了。逮捕他！好好看着他。士兵把野兽带到一处院子里，嘲笑他是犹太人的王。这是完全的披风。你能告诉我们将要发生什么事吗？陛下，你要拯救我们吗？你要拯救我们这些人吗？这个人也是野兽一伙的。你这个女人，我不认得她。我看见过他们在一起。你的卑贱的仆人，曾经别人的滋味如何啊？你也是他们一伙的？我不是。毫无疑问，他是野兽一伙的。另外，他还是个加利利人。走开！我不知道你在学什么。野兽转过身来，只看着彼得。彼得于是想起去对他所学的话：在今天鸡架之前，你会三次学，你不认识我。祈求你，并且你的伟大的眷恋，按照你的意愿行事吧。当我们的父辈在反对你教导的时候，你非常气恼，但是并没有毁灭他们，因为你爱他们。因为你立过的约和你的心思，你已宽恕他们。谁打你？猜猜看。你是先知，告诉我打你的是谁？举手。我学举手，把他带到公会去。走。长老会议的长老聚集审问耶稣。告诉我们，你是弥赛亚吗？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不会相信。我有问你们问题，你们也不会回答我。
从今以后人质就要坐在乾隆上帝的右边了。那么你是上帝的儿子吗？对的，我是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学呢？这是血的，跟他的血是这样学的话，这是验血，就是血的人，再过呀，这是血的地方嘛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学呢？我们亲自听见，他是这样学的。我们带他去见毕拉多。命令他，带他去，把他交给毕拉多，带他走，怎么去的？命令他，把他交给毕拉多，把他带出去。走。他们把他带到全罗马最凶恶的地方关，奔丢毕拉多面前。毕拉多正把几千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你们一清早到这里来有何请求？我们捉住这个人，他诱惑我们的人民。他在圣殿集市上圣德人民造反，正言惩罚他呢，判处他。我看没有理由判他有罪，没有理由。我们认为他有罪，他告诉人民不要向该杀纳税，并且说自己是弥赛亚，是王。王？你真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这是你学的。他先是加利利，他现在到这里来了。但加利利，这个人是加利利人吗？既然如此，就让西利去理他吧。西利应该还在耶路撒冷吧？带他去见西利。你说你是谁？你的门道他们是谁？人们说你会行神迹，你给我使的什么？老爷，他在服侍所有的人，他管自己叫王。这个人是王？尊敬的陛下，狠狠揍他！把他送回毕拉多，那是他故乡的地方。这个人到底是不值得判死刑。因此把他打一顿，然后放他走。每逢这个节日，你有义务释放一个囚犯给我们。请释放巴拉巴。巴拉巴。对，巴拉巴。去掉这个人。对，释放巴拉巴吧。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！钉死！钉死在十字架！你用鞭子抽他！钉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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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！
拿起来。但是他们高声喊叫，要求把野兽钉在十字架上。因此比拉多判处了野兽死刑，把那个因作恶杀人就在狱中的巴拉巴释放了，又把野兽交给这一伙人去钉在十字架上。我是古里来人西门，你过来，我打绳子。你陪着他，来，走，好，好，我看他。我们哭泣活了他吧，巨啊，活吧。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而哭，你们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泣，因为这事既然发生在叔母亲亲之时，那么叔母干枯时又会怎样呢？上帝帮助你吧，我们为你祷告。
你把钉子钉进去。三绳子。父啊，赦免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他救了别人，让他救救自己吧。你如果是弥赛亚，就请救救你自己吧，从十字架上下来吧，为我们行一个神迹吧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立在两个刀折的中间，应验了先知在几百年前的预言。这可不是普通神秘人物的衣服啊！在这里，放手，别施法！我跟你学，咱们抓九儿，谁得到老谁就赢。呜、哦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是。马德，这小子真走运，我赢了，赢了，丫头有何用？在他的头上方钉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这是犹太人的王。”如果是犹太人的娃，就救救自己吧。你不是弥赛亚吗？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。你就不怕上帝吗？他没有做错事，但是他的利益啊，受到了同等的刑罚。耶稣，你成为王以后降临的时候，求你记得我。我答应你，今天你要同我一起在乐园里。当时正值中午，但是黑暗笼罩着整个大地，直到下午三点钟。
千里的漫展从当中列为两半。父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当军官看到一切所发生的事，就将荣耀归给上帝。荣耀归于上帝，这真是个大义人啊。亚历马太人约瑟是宗教会议里一位正直的成员，他不同意这种迫害，他从本丢比拉多那里获得许可，将耶稣的遗体在日落礼拜日开始之前安放在一座坟墓里。欢迎我们吧，让我们跟着去看我们举的遗体。大家都欢迎，但是快走，安息日就要到了。在星期日凌晨，他们来到坟墓，带来他们准备好的香料。他们发现石头从坟墓上滚开了。他们进入坟墓后，发现主耶稣的遗体不见了。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尽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了，已经复活了，应当记得他在加利利时对你们说过的话：人子定将被交到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。坟墓，我们举的遗体不见了。什么？举的身体不见了？两个男子显现在我们面前，他们是天使，像太阳那样周身发光。他们对我们说：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呢？这是真的。相信我们吧，相信我们吧。我们看见的，你们自己去看看吧。坟墓空空，我们的主去了。彼得，你一定要相信我们。
耶稣向二位门徒显现，他们非常兴奋地回到门徒中间。主果然复活了，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。西门一路上，我们没有认出他来，但是他搬开病时，我们就认出了他。在耶马五时，怎么他怎么回去那里？愿你们平安。你们为什么困惑呢？你们心中为什么出现这些疑问呢？你们看，我的手和脚，就会知道实在是我了。摸摸我，你就知道了。坟灵无骨无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。从前当我和你们同在之时，我告诉过你们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防止我的话，都必然应验。经上写道，弥赛亚必然受害，在第三天死而复活，而且要用他的名义全部悔改和赦罪之道，从耶路撒冷开始直至万国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呐、啊！我要将我父所应允的赐给你们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直至领到天上降给你们的能力。去赐福给你们，保护你们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，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阿们。停放居耶稣遗体的坟墓空荡荡的，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，他复活了，他活着，他要进入你的生命。耶稣说过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他仍然活着。耶稣复活至今已将近2000年了，而他今天仍然活着，带给全世界最伟大也是最强大的印象。古往今来，多少傲慢的政治家不过是来去匆匆的过客，多少学者、科学家、哲学家和神学家也只是稍显即逝而已。但是耶稣今天依然活着，他是自有人类以来最独特的人。他的诞生是独特的，圣经说他是童女玛利亚所生，他的一生也是独特的。他的生活特点是超自然，他在神圣的一生当中没有犯过罪，他所做出的神迹比任何人所做出的都伟大，他所传的道是独特的。对于把他看作是救主和生命之主的一切人，他都给予爱、宽恕，并支取新生活。他的道所传到的地方都产生了新的生活、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活目的。他在十字架上的事也是极其独特的。2000年以前，通观宇宙的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为全人类的罪牺牲自己。他为你而死，他的复活极其独特，
他死了三天之后，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奇妙的事件，野兽从死里复活了。他的诞生，他的一生，他的死和他的复活，都证明野兽就是他所自称的那一位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全人类的救主。这位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着，他希望给予你的生命，赦免你的罪，并且赋予你力量，去过一种丰富的生活。聆听他的话吧。凡劳苦负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圣经学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圣经还学，因为罪的代价乃是死亡，唯有上帝的恩赐通过主基督耶稣才是永生。耶稣之死为你们的罪付出了悲惨的代价，此时此刻他正准备进入你的生命。看哪、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要打算接受他的爱和宽恕，并且获得永生，你们就必须接受他是上帝，他为你们的罪做出了牺牲，并且以信心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。如果这是你们内心的愿望，你就做一次信心的祈祷，那么耶稣就会进入你的生命。以下是我们建议的一个祷词，我先学一遍。主耶稣啊，我需要你，感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打开我的生命之门，迎接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请加于我的生命，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阿们。如果这个祷词表达了你内心的愿望，请你就在原地做这个祷告，我一句一句地重复，请你默默地跟我祷告。主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感谢你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打开我的生命之门，迎接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请加于我的生命，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阿们。你现在已做了这个信心的祷告，已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了你的生命，那么你可以坚信耶稣已进入了你的生命。你也可以相信你的罪被赦免了，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你已经得到永生。你如果想体验耶稣曾应允过的丰富而充实的生命，那么就请你每天用祈祷来跟他交谈，通过读圣经来了解他为你的生命所定的奇妙的计划，去会见那些爱他跟随他的人，最后永远记住他那奇妙的应许。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